太肥了，太肥了！哇，这生蚝又大又肥，哇！哇，老板，老板，你们家这么肥的大肥蚝给几斤啊？给你八斤，八斤。我可是你们家粉丝呢。那给你九斤。我还天天给你点小爱心哦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那给你十斤，来，都是这样的肥度。